谢谢啊，这么晚了，这都马上就十二点了。刚才后台有人说敲钟吗？我又不跨年敲你们的钟啊。哦，腊月二十八了，有劲吗？啊，别捣乱啊！谢谢来了这么些个朋友，到这会儿还都坐这儿听相声，可见各位拿相声当分房这么干的，这是啊。刚才有一小朋友哈、啊，还拿着小红包，是压岁钱，多少年没收这个了。小的时候，于老师没字儿写的好像不太对，啊，人家说了给压岁钱，嗯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嗯、你们真狠啊，我看压喜欢，嗯、我能问一下，您的意思是来十块钱的吗？谢谢吧，谢谢吧啊！这个很高兴，观众这么晚了还等着我们说相声，等着骂街呢，这是。别闹，播不了了。谢谢，很高兴能跟于老师合作。谢谢，这是郭某人的荣幸。客气，这样好的演员没地方去找。怎么了？您这是？我打了鸡血，撒狗血。这是百年不遇的好演员。哪儿？不孕不育的好演员。我就知道没好话。不是。因为我很崇拜你啊！啊，我崇拜你。崇拜有什么？在我们这行里边，这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嗯，你说评文评武哪一样都是这份的？哦，能写东西，能画画。哎，哎，文笔写东西好。没有。活司马迁。知道吗？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比喻。写《史记》的高人司马迁，跟谁相提并论？啊，就是跟于老师。我跟他比，按气魄来说，活正和。真的。走到哪儿您都没有对手，你就是东方不败，真的。我们四个人倒有共性、嗯、写字画画都行，拉琴啊，乐器，哎，小提琴，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。不许细琢磨，各位啊，细琢磨很肮脏。哎，这哎呀，您这播不了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这还细琢磨干嘛呀？就是您了不起啊，没有那么高。但是说句良心话啊，嗯，相声的四门功课稍有欠缺。哦，哪门？为什么他不能站在外边逗哏？啊，为什么他要站在桌子里边捧哏？这原因就是因为他技术不全面。哦，您给我提出来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啊，说学逗唱。哎，我没说，不，您说。说学逗唱是吧？啊，好，我们就在说学逗唱上来较一较真儿。您说一说，我们问现场的朋友们啊，嗯，这个唱是唱什么？哎，谢谢各位，大家都知道唱太平歌词。嗯，于老师不会唱太平歌词。各位，你们看我们演出这么长时间了，于老师唱过现代戏，唱过地方戏，你们没有听他唱过太平歌词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不会。这个呀也不必较真儿，您知道吗？我别的都唱，太平歌词是咱们做科应该学的，那有什么可不会的？咱说这就没意思了，真的怎么没意思了？现场这么些人，也没有外人，大伙儿来捧咱们是吧、啊？这都大半夜十二点了，人家跟这坐着，你说瞎话，你于心何忍呢？我干嘛说瞎话呀？你看，这小时候做科就要学呀，你，你看看，你的仇人可是不少。啊，都跟着喊于老师唱一个，唱一个，你们这是难为他，怎么呢？大年根儿底下的，你们这成心吗？这不是这，我唱一个，他都不知道是什么。您张嘴要唱，我就准知道是什么。呵，你以为你烫了头就是喜羊羊呢？哎，什么乱七八糟！您这就比喻都不挨着啊，挨着还长戒呢啊！您唱一唱，我肯定知道。我给你唱一个《白蛇传》，你听听是哪一段？好，那我还听什么呀呢？您都说出来了，《白蛇传》那我还听什么呀？啊，我说出来了，得，可不是说出来了。我说出来，你还能记着？哎呀，不是您怎么了？这是你这个智力有提高啊！我压根儿也不错呀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，你听着啊，你听着，嗯，你唱，先正式开始啊。可以呀、啊，准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不成的呀？听着啊，嗯，你够忐忑的了。汉高祖有道
坐江山有军政，臣贤万民安。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。您都唱出来了。三齐贤王名叫韩信，韩信算卦。我刚才跟后边我说倒磨倒磨，过过词儿啊，我就觉得这外边窗户影上有人一闪，我这偷东西呢是怎么？我都没想到是他，我干嘛呀我？咱们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可以呀、啊，好好好、啊，这回我来个鹬蚌相争，嘿，您拿我当傻小子了是怎么？您是来鹬蚌相争，您让我猜去？您俩、啊、这你准不知道，来吧，哎呀。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，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。哎呀，您哪儿那么些这个词儿啊？听着啊，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环奇花异草，四季几的清香。这春行了，别唱了。让你多唱一句啊，是让底下的朋友跟着多唱一句。玩会儿，这《白蛇传》的多少的人唱过，大伙儿都跟着。有意思吗？什么叫有意思？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有意思吗？啊！我这回再来一个，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就不可能，你唱我就知道。我再来，你要知道，咱俩掉一个，我是你儿子啊！我现在也不是你儿子呀！你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争经这个都没意思。废话。这是正经的事儿吗？意思知道吗？啊，嘿，你来呀、啊，来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爱跟你来这个了。嗯，对，我也喜欢叫这个劲，来吧。哼，你光使相有什么用？哼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来，来哪？嗯，那庄公。言有别唱了，出别唱，劝人方。您唱俩字儿，庄公一出来我就知道。你看这倒霉德行啊！你看这作死那样。我你到点了，该吃药了吧？我干嘛吃药？您是不是这个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劝人方第一句词儿？我没唱完呢。你唱完了也是这词儿啊？我唱完了跟你一样。你说哦，对，这是一样啊。我这四万八千句，哪儿有那么些个呀？大年下的这不找别扭吗？谁找别扭？您我没唱完呢。你唱你那你唱，我就不信你能跑出去。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我跑哪儿去？我跑、啊、那你来呀、啊！我这还没散戏呢。什么散戏不散戏？您唱。嗯、哼。对不起，应该这是我的。您来唱，您唱好吧。嗯，哎，我这就补回来了。嗯，庄公、哎，没错，闲游，闲游，哎，出趟城西，出趟城西。北南角，哎啊哎，什么？哎呀，我成功了，列位，什么？您就成功了？北南角，你会说人话吗？北南角啊，您住烟囱里了是怎么？就这样了？就哪样了？就这样，我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一句。哎、北南角怎么了？哦，你上西直门桥看看去，比这还乱了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嗨。甭举例子了，北南角，嚯、哦，还有嫂呢，哎、你知道吧？我瞧见了，好，身段不错，后边词儿呢？嘿，嗯、啊，瞧见了，有一下，嗯，什么呀？来不了，哎，这。来不了，唱什么？瞧见了，嗯，有一个谁小朋友，哦，放学了，哎，这放学撩最值钱，哎，这、就是歌颂教育的一个题材，是啊，嗯，哦，
小朋友放学撩撩啊，然后呢，小同学背着书包往家里走。哦，怎么着？到门前，嗯，拍门就啪啪啪，啪啪啪也唱啊。耳听得屋里面有脚步声音，哦，咯噔噔噔响，来人了。哗啦啦，苍楞楞，哭叉叉，怎么着？门开了了，这把锅碎了是怎么着？哗啦啦才开门，开门一看，那不是旁人，谁呀？是他的姥姥。哦，姥姥来开门来了。姥姥说吧，啊，真是要唱忐忑吗？嗯、啊哦。就回一句，哎，这嗨，说姥姥说什么？我回来了。姥姥说：“哦，孙子，那边叫去，哪儿就冲我这儿啊？外孙子，你就放学了。哎，跟他小孩说话，回来进屋吃饭不？哦，这打水词儿喽。嗯，哎，小孩说 yes。嗯。”哪儿有这个？开紧的屋来，老了他煎炒烹炸焖溜熬炖炒溜，一个菜。哎，这好，太麻烦了，这菜放在这儿盛米饭。哦，切饼。嗯，热馒头，全是主食啊！您这方便面啊，熬粥、花卷儿，还有剩的蛋糕。哎，这好，干稀搭配。干活不累。哎，什么？你跟我搭什么茬啊？你？不理你，还是的，你唱你的。小孩说我不爱吃。哦，不吃。姥姥说、嗯、玩去。哎，玩去，多么的好。哦，吃吧。嗯，一会儿还得上学去。哦，上学去。小孩的，哎呀，吃完了饭他就背着书包上学，到学校门口吓了一跳。哎，好长的句子。学校没了。嗯，怎么没了？被墙拆了。哎呀，嗨，哎呀，也占地了。嗯，小孩说、嗯、我也只好就回家了，白跑一趟。小孩的电不灵腰往家走。哦，好身段呢。哦，嗯，哪儿啊，说电不灵腰呢。哦，嗯，走来走去走到德云社了。哦，买张票，这是去听相声不？哦，怎么我就呕啊？嗯，嗷、哦啊！你以前卖过菜这？嗯，坐在剧场里边哦，那个角儿，那角嗯，哦，听相声，嚯，哈哈笑，哦，尿了泡尿，嚯，没瞧见呢啊。别去了，鸟完了啊，又哈哈笑，还乐呢，因为尿在裤子上面了。哎，我说的呢，就、完了啊！哎呀，可唱完了，谢谢各位支持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呀，就完了？您这不成，嘿啊，唱的倒是不错啊，再来一遍。啊, 啊，因为还山呐啊，掉了，您这又掉了哈。嗯，我今儿这手怎么这么松啊？老掉哈啊！您这不唱完了吗？唱完了不成？大伙儿爱听啊，没听够。你们真爱听吗？嗯，你们的品味值得商榷。好吧，上瘾。大家既然喜欢听啊，好，我就再来一遍，原封不动。好吧，来，到了第二天。小孩的校长上家来做家访啊，不是了啊，你等会儿吧，别第二天呢，您从头唱，这都得接着唱，知道吗？就没有接着唱，长篇叙事的没有，原封不动，我们再听一遍，原封不动了啊，对，哼啊，你要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，你来呀、啊，听着啊啊，庄公嗯，先由啊出趟城，北南角，好记性，一不留神就唱对了，啊、我瞧见了，怎么着？身段是对，有一个嗯，
老大爷骑着猪啊，骑着猪，你先他顺着不对了啊，跟您刚才唱的小孩，您现在老大爷跟刚才词儿不一样了，不一样啊，对，那就对了，怎么呢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，哎，没听说过。哎呀，我拿不了了，我谢谢各位。您搁这儿给你的，这都是、啊、谢谢啊，你看这是打高，打高、嗯、谢谢啊，嗯，那个就十二点多了哈，嗯，我也不是不走了、嗯、你们都愿意留下来了、嗯、那你们自己去跟剧场交涉去、嗯、他们老以为买了票就如同分了房了哈、嗯、谢谢吧啊，每年都有这么一场演出，是这个这场演出其实是最费脑筋的了。嗯，因为你要说纯是相声一段接一段也好干，嗯，你要说纯胡来吧，搞点综艺了也能办，是。但你说都搁在一块儿，因为现场每个观众想法不一样，嗯，哎，这个节目我觉得还好玩，这不行，这我爱听相声、嗯，那我爱听唱，嗯，正所谓众口难调，对，只能是尽量的吧，尽量满足大伙儿的这个要求吧。是啊，这个水平有限，能力一般。嗯，再一次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吧。啊，是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谢谢，人就这样，这玩意儿跟过日子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一家子好几口人，你说做饭这难了。嗯啊，你就比如说，儿子想吃炒白菜，你哪儿啊？你现在很在意这个，我发现、啊。废话，谁不在意这个呀？你说我好吗？啊。爷爷爱吃炒白菜，这该。我发现您比我还介意这个呢。不是，这没有办法，要不你站这儿来，你说我。不，我说你干嘛呀？大年下了，你们这是逼得死。不是真的，居家过日子也是如此。嗯。很难把这事都弄匀似的。啊，我听听谦哥他们念叨过，谦哥当初搞对象的时候，好家伙，那个难之极。那时候是困难。啊，因为那会儿来说，他，我能说吗？说吧，没关系。谦儿嫂家里边大户人家，嗯，啊，有一观众说你还少说了哈。这个谦儿嫂来说呢，家里挺不赖，确实真有钱，确实真有钱。谈不到真有钱，哎，真的，你当初人家里仨姑娘，嗯，仨姑娘啊，然后就挨个的想试验一下这几个姑爷怎么样，啊，哦、他在家行三，嗯，行三姑爷。二姑爷还有大姑爷，嗯，丈母娘主意最多。你们没见过他丈母娘，嗯，那个说实在的，嗯，我丈母娘猴啊，不是，就是个聪明劲儿、机灵劲儿不次于孙悟空，啊，有这么比的吗？在家里跟他老丈人商量，嗯，呆吧，哎去、啊，这再咬着我岳父，你这。岳父也恨他这个，啊、这好好的、啊，你这破猴！哎，这唐僧是怎么着？家里仨姑娘就得仨姑爷啊，得试验一下。人家家住大别墅啊，是老丈人家大别墅，别墅门口带着那个水池、花园，嗯，什么凉亭、金鱼池都有，嗯，知道吗？当初的大姑爷，也就是他大姐夫，嗯，丈母娘领着，围着这水池边聊天。哦，哎，聊了你们家怎么样啊？嗯，修养如何，素质如何呀、啊？嗯，说着说着，老太太假装脚底一滑，咚，掉水里边了。哎呦，掉了！救命啊！哎呀，这大姑爷疯了似的跳水里边救人，把老太太弄上来了。哦，老太太高兴、啊，哎，干嘛吃了芥末了？是怎么着？不，舔了蒜罐子。啊，这嗨，行了，高兴，大姑爷好，那就夸他呗。这当多少年去？就来夏利，哦，买辆夏利。那会儿来说，有私家车的没几个人。那可八几年啊，给买辆夏利。呵，大姑爷，过些日子二姑爷，哦，啊，老太太陪着，嗯，围着这湖边这儿，这么看还往水里出了去，跟二姑爷聊天哦，咕隆一下子，老太太又掉水里了。哎，那不老实吗？哎，对，这对什么呀？对。二姑爷夸一跟头折到水里，哦，
把老太太弄上来了，又叫上来了。老太太高兴，哎，这老太太不喜欢水，老葫芦还老往里扎，你这啊，老太太给买辆富康。买什么？送一辆富康汽车，哦，就更好一点了。富康比夏利好一点啊。是啊，过些日他又去了，嗯，啊，跟老太太啊，嗯，你猜老太太怎么走？啊，我猜像话吗？从来没有老太太拄着棍儿，岁数大了，还是岁数大拄着棍儿。哎，我说加上棍儿了呢，有棍儿不好展现了，别耍了啊。一耍棍儿，等掉水里边了啊！谦儿眼泪都下来了，怎么了？不会游泳，得，亲眼看着丈母娘淹死了，得，转天老丈人给买一大奔，哎，这真事儿？什么真事儿？哎，这怎么了？这孩子这。他说他也想要大奔，嗯，倒咱上水池子边儿，你这不好，这真事儿，真事儿。你老于家什么事都能发生，您就说吧，反正。感谢于氏家族为中国相声界贡献这么多素材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啊，谢谢啊，你们各位真捧，真捧人，人家家里边是吃过见过的啊。他曾祖这你们有，我不知道谁研究清史稿啊？您往上倒的还真远啊！这曾祖，嗯，啊，曾祖叫于耀善，心狠手辣，这玩意儿是吧？对自个儿，于耀善要善良的意思。那是于耀善，哎，乾清宫二品带剪子护卫啊，带剪子呀，给皇上裁衣裳什么的。哎，好。裁缝嘛，那不是什么都干，皇上的亲职近派。哦，哎，在宫里边见天，接触皇上，接触谁，哦，还能接触好些个宫女什么的，是吧？那倒是。当时有一宫女叫金莲，嗯，潘金莲，我这谁知道姓什么宫女啊？哪有姓？哦，啊，就金莲吧。哦，跟于耀善好到一块儿去了。哦，这个玩意儿雪里边埋不住死孩子。那是。消息走漏了，知道了，老太后气坏了。啊，当时慈禧太后那个最厉害了，嗯，老太后，大伙儿有人在图片上、书上介绍过哈。嗯，太后一肩膀高，肩膀低。啊，这太后啊，这是张文顺的，这是一定得查出来。这不能姑息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一定得查出来。哦，一定得查出来，一定得查出来啊！嗯嗯，当时有李公公、侯公公俩大太监，李公公也着急，哦，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。还侯公公呢，嗯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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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说这几个人我都熟，倒是啊，查挨个查呗，查吧。什么叫殿前护卫了？哪个叫太监了？嗯，都站一块儿，都站好了，站好了啊。嗯，侯公公看着啊，嗯，侯公公举一小旗儿，吹一哨，嘟，集合，像话吗？嗯，挨个报数啊，哦，报数都太监，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报叫等会儿，嗯，再来一遍，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哦，就是你，哎，对，这太简单了，这玩意儿出来了，嗯，就是你曾祖啊，于耀善，哎，是找这个呢，啊，一问就是他，嗯，逮起来吧，下天牢了，哦，下天牢都气坏了，这金莲呢买通李莲英，哦，给说说这事儿吧，哦，求老太后。三说五说这事拉倒了，完了行了，嗯，以后别说这事儿了。哎，现在去天牢找于耀善，俩人可以走了。哦，出去了，离开皇宫，远走他乡也行了，啊。以后别回来了啊！把金莲美坏了，跑 啊！跑吧，跑到南间去了，嗯，啊！开开门，你曾祖跟那儿坐着呢。嗯，金莲进来了，成功了。对，老太后放咱们走了。啊，咱们现在可以成一双美满的夫妻了，私奔吧，好好过日子，咱们走吧。啊，你曾祖一抬头，嗯，啊。你要早来一会儿多好啊！哎，这就啊，于老，有人喊于老唱一个，别唱，别唱啊！本身也不会唱，唱的也不好听。嗯，你们想让于老唱什么呀？唱一忐忑，啊，他现在是尴尬，
啊，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于老师会唱，面包也会有的。哎，因为这个于老师这个人呢、啊，咱实话实说，他是很本分、很称职的一个相声艺人。他老觉着捧哏演员不应该多唱，是啊，他觉得这个唱声就不对了啊。但是你们要不在乎呢，我也不在乎呢。哎，这您是现在唱，您是待会儿再唱，我就你瞧，你拿着那么些东西，你不给人唱一个？行，那唱还是那个老段子，好吧，你们还听吗？哎呀，各位真是值得商榷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我们俩谈什么？啊、哦，我不会。啊，有人说还喜欢听您唱，天儿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这都大半夜的了啊！来两句吧，满足一下大伙儿的。好吧，还唱现代戏？好吧，现代戏吧，那就好吧，来吧。今日痛饮清宫酒，哎，就这么几句，好吧，好吧，来。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，来日方长显身手，干洒热血写春秋。谢谢，谢谢吧，谢谢，谢谢各位施主，谢谢施主。我再唱一遍对的吧，哎，您给纠正一下。也不是，我换四种不一样的形式，咱们重新演绎一下好吗？哦，好。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，来日方长显身手，肝胆热血写春秋。好，谢谢谢哈、啊，不客气哈、啊，你俩姑娘坐上还、啊、我爱你哈、啊，你这，你们这也算吃过见过了，就没有爱于老师的吗？你的客户比我多，谢谢谢谢。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：说、学、逗、唱。嗯啊，太平歌词是我们的唱，刚才唱的京剧这是学。学很多，学说话，学表演，包括街头的叫卖都是我们的老师。哦，叫卖也要学啊，都得学。现在没有了，很少。那您可以学一学。过去走街串巷，嗯，比如说北京卖菜的青菜，吆喝起来就跟唱歌似的。哦，挑着扁担，前后的箩筐，一张嘴十几样青菜。哎，您学一学。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高松嫩青菜来扁担，茄子、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那圆的香椿来蒜来泡韭菜。好，一大套。这是北京的。嗯，天津有卖药糖的，吆喝起来也好听啊。药糖，哎，各种的中药熬的糖块，嗯，五彩斑斓，又好吃又去食消味。哦，什么味儿呢？吆喝起来有浓郁的天津风味。您再学。买药糖嘞，谁还买我的药糖啊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，买的买，少的少，卖药糖的又来了，吃了马的味儿啊，有了马的味儿，橘子、薄荷冒凉气，吐蒜水啊，打了饱嗝，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，小子儿不卖，大子儿一块。这是卖药糖的，还真好听啊！过去卖包子也吆喝包子啊，这个汉民的呀，跟这个贵叫清真的就不一样哦，两种大叫吆喝包菜哦，包菜好白外的面儿的，尝着包拿着包，尝尝包儿馅儿的啊，这味儿的大叫的，嗯，贵叫清真小伙计吆喝调门高哈，小伙子天里包热的脸发里面的包儿又热来，嘿，好，小童子音儿。这是卖包子的，嗯啊，这个天津还有卖雪花酪的，雪花酪，哎，雪花酪一种冷饮，嗯、啊，水啊搁在这桶里边都调好了糖分了，嗯，来回这么一拉，外边有冰块，一会儿它出冰融、冰爆，就好像后来大伙儿吃的炒冰那个东西叫雪花酪，哦，要不就好玩，什么味儿？哎，怎么那么好喝？白糖桂花给的多，哦，这个味儿的，哎，这是卖雪花酪的，嗯，过去还有的是不吆喝，用道具。怎么个道具？剃头的拿一大镊子，哦，铁棍一拨了，桑、嗯，
这叫换头。对了，换头收废品的，提了一串铁片，呱啦啦呱啦啦，这叫金龟叶。怎么叫金龟叶？惊动龟房，告诉主人收废品的来了。哦，这铁叶、啊、哎，还有那个摸捡抢菜刀的吹这喇叭、啊、吹这个声大，还有的这是爆米花的。哦，不用吆喝，摇来摇去，到最后一踩，嘣！啊，这一大声，这就属于是用道具来叫卖。哦，啊，那会儿我们小的时候用这个多，是吗？摇这哗啦哗啦哗啦，嘣！对，有一次演出回来挺晚，啊、睡呢到早上起来我还没起呢啊，啊上午十点左右，哦，就听着门口嘣嘣嘣嘣，怎么这么多声？哎呀，把我气的，出来一看呢，啊。六份爆米花的，哎好，全攒一块儿。几位几位，我没睡觉呢，啊、你们商量商量嘛、啊，别这么闹。呵，我刚回屋就听那嘣，声大，玻璃都碎了。怎么那么大声？六锅一块儿蹦的。哎去，哎，谢谢哈、啊。各位真能起哄啊、嗯、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，把它献给所有的朋友们、嗯、咱们风箱大吉啊，谢谢这都是没买着回家票的，这个谢谢谢谢谢谢啊，有人喊全本的啊、嗯、哎，这个咱们也是有更新的啊，跟你们手机似的，我们现在更新的这版跟网上不太一样，哎嗯挺好，有会唱了咱们一块儿吧，热闹闹的，这都快天亮了，家走啊，嗯嗯，说天亲，天也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啊。古人不见今时月，明月曾经照过古人。说地亲，地也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、啊。将军战马金火在，野草鲜花盼的谁人、嗯、要说亲、嗯、观众们亲，对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呢、嗯、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，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，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，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，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。